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哎呦我操！怂了！有的。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得有空子，得有空子，兽得来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给我们再给幻视多拖一点发育空间吧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毒死。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摔得很好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
高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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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得死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跟装备跟装备，还打了。哎呦，中路被单杀了，兄弟，打不过，他妈的！中路救，中路救，中路救，送塔了！哎呦，哎呦，玩不了了，兄弟们。姚大可以打吗？我可以替，这次替了。姚大，姚大，哎，他就上上上，妈了个逼的！哎，对对对，就杀这个傻逼，操他妈！来来打马尔斯，来打马尔斯，过来，宰他宰他宰！傻逼，我靠！摇大摇大，他妈冰三个人呐！快走吧，上王赶紧走！哎，没得打，妈逼不厉害也得出啊！妈逼不出没好玩呀，大哥，上路有人来吗？上路来人可以打。
先走吧，他这个杀不了，这个炼金杀不了。全下去了，全下去了，全下去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有 BKB 了，可以打。买活了，买活了，买活了！上面有眼，赶紧走！上面有眼，上面有眼，要留人了，别被地，别被地！上方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有眼，那里刚才有眼，被看到了，去补一下状态。他们要打肉山啊！他们这波要打肉山团，哎，行行行，追追追追追！他们退了，心态炸了呀！涵涵忙完了吗？你要上车吗？四加二我不打的。晕这么久，我晕了好久。我刚才被晕的时候，我应该开二了，没想到他那个晕的时间那么久，晕的时间好久，直接给我晕到死。没技能吗？我想杀夜魔，杀夜魔。应该是。凑一下。下路有人来吗？我靠！还可以打，我在路上。换掉一个，
这波亏了，但是没有完全亏啊，只能说赚了一点点啊，赚了一点点，我赚了一点点钱。我这个我光环右边有一个死神镰刀的这个点数啊，我这个点数，我这个点数呢，就是我这个点数就是大招加的。我大招每如果每斩死一个人的话，他就会加一个这个点数啊，可以给我增加额外的这个回血回蓝。先做一个飞血。差一点了，离我远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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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才那个地没给到，给晚了，地给晚了。我应该先斩的，就正确的连招顺序应该是什么？正确的连招顺序应该是先斩。先斩，然后走上去，然后再开这个虚灵，然后再接大根。好吧，这是正确顺序，顺序错了。这把是大哥点的，这把是大哥点的一手。我这波我不冲啊，没蓝了。双刀是增加法伤和抗血，这样这个冰魂大招时间就没有那么久了。可以啊，先把这个冰魂杀了，冰魂杀了就好打多了。冰魂杀了可以给队友奶血。
Hello，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